呢個德哥，佢啊，你話我啊，你話我係打曱甴嘅，我想見外長啊，一腳伸你出去落雷恩河啊！哦，呢啲直情係咩啊？係特登嘅，知唔知啊？係擾中國嘅，啱啊！嚴正咁屈咁樣，但冇辦法啦，冇辦法。喺目前嚟講，啊，因為點解我中國唔大企啊嘛？只能夠考慮最重要的目標，其他啲呢啲咁嘅嘢冇辦法暫時講。啊，所以我成日講啊，等到如果我中國真正砌低咗美國，跟住之後，所有嘢唔同噶啦，所有嘢唔同噶啦，就咁簡單啦嚇。都得個狼子野心啦，呢個真係。啊，佢個老闆著件紅色衫走去中國，啊，走去揾阿李克強，啱啊。跟住咩啊？落水咯，冇嘢噶，攞利益咯，係咪啊？繼續。